一只老鹰。大斑鸠啦。旁边有左边有一只是什么？右转跳。右转，对对对。我抓不到了，打下去了，有有有有有，这次是有准哈，有准没错，有准去打大冠鸠嘞。有准在右边，飞出，快飞出我视线了。有刚好啊，不见了。有准呢？有准要回来了，有准回来了。右边，太远了，我不好追。右边海上，天空。什么？天空有两只，你有看到吗？右边海大上面天空很高，对，哎，冲了冲了，有准的姿势，对，看看要俯冲，飞太久了。第二个白云上面哦，哦，好远好远。有抓到，抓到900米啊，1800，这只是有准。哦，这太远了。哇，两只在，好几只打在一起了吗？他在抓鸽子哦。有，我抓到一只，左边一只有准。有，山头上面这次我有抓到，对，佛祖那里，很远。另外一只呢？我现在追杠子鸟这一只。杠子鸟这一只右边有一只什么？也是有准。哎，有有两只孔框。
追一只。太久了，有，我在云这里有拍到。哦，太远了，有抓到。云那里，两只在一起。哇，这太远了，我追下，追左边这只好了。在我家窗户呢，要拍大冠鸠，就飞来一只游隼，然后游隼去打那只大冠鸠，然后打完大冠鸠又去打那个鸽子，但是鸽子那一段我可能没拍到，然后打大冠鸠那一段我拍到，大概在这边打大冠鸠，然后飞冲来这里，大冠鸠就躲来这里，然后游隼自己从这里飞过去，然后后来游隼在这边。海边这边一直盘旋，这边打鸽子，然后一直越飞越高，我就追不到了，太远了，真的至少两三公里了。然后用的是 A7S3 200到600，然后再加上有两倍镜，然后没有这台 A7S3 可能拍不到，以前用那个旧的设备真的很难拍，就架在这里。这边是杠子寮炮台，这边是碧沙渔港，这边是八斗子渔港，然后这边常有大冠鸠、黑鸢在飞。没想到这几天都有拍到游隼，破，在家拍游隼的成就解锁了。